孩子们用歌曲欢迎贵宾。菲律宾教育部第九区区域办事处日前欢迎国际合作伙伴菲律宾佛光山基金会一行人进行监督访问，亲自走访了解三好计划在获奖学校中的实施情形。监督团队们透过对谈了解校园内三好计划实施，也象征着丰富当地学生的教育学习体验，迈开重要的一大步。包含道德品格、心理健康和社区和谐，都和非国教育广泛目标是一样的。非国教育部第九区人员表示，对于校园实施三好计划，肯定培养正直品格、提升学生们的心理素质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